好朋友儿子是非常棒的运动员，推荐的鞋。俺不跑步，也弄来一双看一看，很舒服。我明天穿着跑几步试试。这个就是新买的这双耐克的这个运动鞋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鞋呢比较适合就是脚宽的人，或者是脚上肉比较多的人来穿。那么我就是买的这款，还当时看着卖鞋的旁边还有袜子，我呢也不会跑步，基本上平时都是不跑步的，但是。这双鞋呢，我今天要穿着试试，就是出去跑跑步，它穿起来也是很方便的。这个周围呢，都是松紧的带子什么的，这个袜子好像有一点点大，这袜子那个是新的袜子，比较松。我没有把它勒得很紧，就是差不多，松一点就可以了。就是穿起来这样的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因为昨天穿那双新鞋，这个脚后跟被磨到了。所以说穿这双鞋还可以，这是一个好朋友推荐的，他介绍说这双鞋呢就是，是可以用来跑马拉松的。好，现在就开始出发了，试试状况。